这次我们特别高兴啊，因为受 WWF 的一个邀请，然后我呢，连同艺邦成的30位、30多位小画家，我们一起来做了一个这样的特别有意义的一个作品。小艺术家们，让他们来以他们的这个认识和他们对老虎作为这个濒临灭绝的一个动物的一种。 一种看法和一种认知，所以我当然也希望这个作品最终能够产生更大的价值和影响，来帮助到有需要的机构，乃至我们更具体的一些保护的一个工作。这个作品现在看来非常棒，我们相信这个作品会产生更有意义的一些影响和更有对于他们的一个成长和一个未来的一个。 学习和创作的一个感受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体验。这个事情可能会成为一个更不一样的开始。我们也期待着一些更有趣的工作和一些合作的一种发生吧。在此，我要感谢每一位为这个项目而。